你们渴望战斗史吗？你们是为渴而战，为了证明谁能主宰一切。如果愿意赌上性命的话，那我为何不能奉陪到底？卡普空在继《快打旋风2》的成功之后，94年的《魔域幽灵》将妖魔鬼怪带入了格斗游戏，又再度虏获众多的玩家。游戏中生动的动画演绎、丰富的招式以及创新的机制，影响了不少后续的格斗游戏。这边就不得不提某些角色的招式会改变对手的外貌，而且是每个对手的外貌都有精心设计过，可见这个用心程度。剧情以格斗游戏来说是相当的精彩，世界观也非常的庞大。这就要讲到本作系列的正传三部曲，分别是1994年出的《魔域幽灵》、1995年出的《魔域幽灵猎人》、1997年出的《魔域幽灵救世主》。有趣的是，如果将此游戏以英语直译的话，1994年叫做《吸血鬼猎人》，1995年的叫做《吸血鬼猎人：黑暗行者的复仇》，1997年的叫做《吸血鬼猎人：吸血鬼之王》。跟台湾翻译和大陆翻译有着非常大的出入，所以这是哪里魔域哪里幽灵了。后续呢，三代发售的同年，也发售了二代的人物加强版，就叫做《魔域幽灵猎人2》。在三代结束之后，除了一些重制版之外，此游戏并没有任何的续作，而本游戏的角色倒是有在其他作品中客串，特别是本游戏的看板娘魅魔莫妮卡。你就算没有玩过《魔域幽灵》，也一定看过这个角色的相关作品，像是二创本本之类的。我说的本本当然是合家观赏的本本啦，别想太多 ，OK。另外，像猫娘菲利西亚的名气也是不遑多让。至于更想了解游戏的剧情的话，官方出版的漫画与97年的 OVA 可以让你快速了解剧情。本人玩格斗游戏主要也是看剧情，毕竟我很不会靠招式。当然，格斗游戏的剧情也是相当重要的。游戏的主线跟角色的个人剧情能够衬托出玩家与角色产生的火花。这回就是要带大家进入这个群魔乱舞、人类与魔族对抗的残酷世界。爆米花准备一下吧。在其他的作品中，人类与魔族本身就是势不两立的，甚至说魔族单方面的虐待人类也不为过。魔域幽灵的故事也就是这样子，魔族被称为恶魔战士，有的恶魔战士将人类视为猎物，有的恶魔战士与世无争，有的则是与人类共存，是不是像极了变种人？光是人类敌视恶魔战士这点就很像。而这些恶魔战士所在的魔界，在魔界的文献记载中，魔界的诞生源自200万年前虚无的空间诞生的生命体所创造的，它的定位如同与亚当，所有魔界居民都是他的子孙，莫妮卡的家族更是他的直系后裔。魔界本身的环境对于人类来说简直像极了地狱，狼人、吸血鬼、僵尸、丧尸等等都是里面的居民，弱小的人类在他们眼中就是食物，特别是人类的灵魂，灵魂中充满着能量，使得魔界居民更是争先恐后的想猎杀人类。但魔界与人界之间有着相互的通道，被称作为飞，顾名思义就是门飞的意思，于2000年前突然出现，当时的火山甚至停止了喷发，前去调查的死者也被那强大的能量所吞噬，居民对此产生了恐惧，掌权者便是以不祥的名义将其封印，其实是得知他有强大的能量并且通往人界，所以对居民隐瞒，等待着时机成熟。飞位于魔界中央的火山上层，设定上如同一个虫洞空间，约是两周周期性开合。至于魔界中最有威望的三大家族，分别是莫妮卡所在的安斯兰特家族，还有瓦修塔鲁家族、多玛家族。三大家族在魔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另外还有一些魔界贵族，像是当年派遣使者调查的雷佩家族，还有号称魔界贵公子的迪米特里所在的马克西莫夫家族。说到这个迪米特里，他曾经胸有成竹的挑战安斯兰特当时的大当家贝里欧鲁，却惨败的被逐出了魔界，并带着他的古堡逃到了人界。也或许是这样子，所以引来了许多无数的魔族到了人界，害得人界陷入了魔族的侵略。迪米特里的设定就是典型的吸血鬼，爱好女性的血液，并且有着各种高端的玩法，这以后有机会介绍到。游戏的原文翻译吸血鬼大概是以他的形象而来的。此外，魔族是有等级之分的，三大家族分别都是 S 级，其余的贵族大多是落在 A 级。至于迪米特里被逐出魔界之后，从 A 级降到了 B 加，也大概都是游戏当中可选角色的等级。那魔界的一般居民大多是落在 B 级，数量也很多。那 C 跟 D 分别是奴隶与魔界生物，基本上都是劳力与宠物的地位。
人类被抓到魔界大概率都是落在 C。 讲到人类，人界所出现的魔族要么就是来自魔界，不然就是受魔界影响而产生的。刚好提到有人称呼他为恶魔战士，又或者是黑暗居民，其中多诺万是人魔混血，基本上不受任何一方的待见。他却是站在人类这一方的，他痛恨自己的身份，并立志于铲除一些破坏人类的恶魔战士，并与他相同宿命的小女孩安妮塔踏上了旅程。当人类与魔族的斗争之下，来自遥远星系的派龙早已想渔翁得利。派龙有着行星吞噬者的地位，本是魔星球的最强者，毁掉星球之后，在宇宙中孤独求败，盯上人界与魔界，决定等待时机成熟，主要毁掉那些强者。等待的期间，派出了自家科技机器人福布斯，寻找并标记强者的一切信息。三方势力的争夺战也正式展开。魔与幽灵的故事当然不止这样子，但基于篇幅与影片的长度，就留到下次。如果想更了解主线剧情，漫画介绍的十分详细，甚至有联动到快打旋风。至于1997年的四部 OVA， 更适合讲到重点，剧情也明了呈现。又或者是想尝试更重口味的1995年美国发行的 TV 版也行，如果你受得了欧巴桑的莫妮卡的话。所以之后开始便会跟大家介绍魔与幽灵的角色与剧情，当然是少不了大家最爱的老婆了。那就敬请期待，我是恩德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